OK，我们来看一下超重和肥胖的关键数据，大概过渡一下。那 Key Fact 这个是世界卫生局给的一个报告，你去网站可以查得到，去世界卫生局的网站可以查得到这个资料。Worldwide obesity has nearly tripled since 1975，自从1975年到现在，整个世界的肥胖已经进入3倍了啊，翻了3倍，就是很越来越严重的意思了。2016年超过1.9个 billion，OK。1.9 billion adults 18 years and older were overweight. 1.9个 billion 剩下人的19亿吧，应该是我们是18岁以上的overweight. OK，然后呢1.9 billion 很高啊，19亿哦。And then of these over 650 million were obese. 所以650个 million 6亿5千万呢是超严重的肥胖的问题，不只是超重是肥胖。所以你看这个报告就好，我们只是大概带过 children obesity snapshot。王颖追求仍然 now consider obesity。世界上哦，每3个小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是所谓已经是肥胖或者超重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已经很严重。74% of children don't get enough daily exercise。74%的为什么会肥胖呢？因为研究报告74%的孩子呢都没有什么运动，没有什么活动量，没有很少，所以呢他们也是啊，the average children now。Every child now has nearly 20 teaspoons of sugar daily, six times the recommended amount。看到吗？一般上的孩子今天一天大概都会吃20个茶匙的那个糖分，所以这变成了肥胖是一个大问题了。今天哦，在小孩子来讲，你看超乎 obesity of 43 million preschool children of the world are overweight and obese，看到这个是很严重。The main reason is food，主要的原因是吃从吃而来。So one in three 11-year-old children is overweight or obese，看到吗？每3个都有一个是已经是超重的状态。那 world's fattest children，世界上讲到最肥的孩子呢，你说这个是 top 10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马来西亚排名第九，看到吗？是严重的。Malaysia is the top ten fattest children country in the world. Top ten 嘛，第九个马来西亚，所以这个是严重的状态。然后呢，关于整个来讲呢，马来西亚是44.2%，OK，8%占了整个东南亚Southeast Asia 东南亚44.2%最高的马来西亚肥胖率最高的，OK。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报告，18岁以上的超重的数据，OK，肥胖患病，这个是超重，这个是肥胖，然后又加上患病，肥胖跟生病很高，男生女生你看到都很高啊，这个数据哦，OK，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所以肥胖会带来以下这些问题，肥胖呢。已经是这个世界卫生局医学科学已经证明出来，肥胖所谓带来负面的问题和影响。所以肥胖啊，如果你是超重啊或者肥胖啊，你一定要减肥，你不减肥不能够，很危险的。因为你不减肥了，以上这些东西跟着你来了的，风湿病、痛风、脂肪肝、癌症、高血压、自身性别、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甚至死亡。Obesity causing health risk，所以这个已经证明了啊，肥胖的人啊会有这个后果。所以你如只要你是超重或者肥胖，你一定要想办法减肥，一定要减掉，把身体的肥油把它甩掉，把它清掉。不然的话呢，以上的这一些疾病呢会跟着而来。这个不是我讲啊，这个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世界卫生局报告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已经证明了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再讲一次，只要你是肥胖或者是超重，你一定要把身体的肥油把它甩掉。怎么样甩掉呢？我会跟你分享。那这个是 Cancer Research United Kingdom 啊，不是随便啊。You Cancer Research United Kingdom 超重和肥胖将引发13种的癌症，看到吗？他说超重和肥胖呢将会带来13种的 cancer，这边全部跟你列下来，13 types of cancer，看到吗？13 types of cancer，哦。所以这个是已经是证明的东西了，不是随便讲的。所以只要你是肥胖或者是超重，你一定要记得把身体的肥油把它甩掉，不然的后果真的不敢想象。所以癌症是全球最普遍的死因。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患癌人数正在快速增长哦，肥胖的人大多数在里面。今年预料会有1800万宗新增癌症病例，超过900万人死于癌症。所以你看，癌症三大杀手分别肺癌、乳癌以及直肠癌。所以这些东西刚才回来，你看 Cancer Research of United Kingdom 已经跟你讲，超重和肥胖将引发13种的癌症，13种的癌症哦，是 cancer 哦。然后 cancer 呢，看到吗？已经是很严重了，一千八，
今年遇到1800万宗新增癌症，看到吗？很严重，这个是应该是2021年的报告吧？960万人将死于癌症，今年全球，所以这个真的亚洲、非洲癌症死亡率一直在增加。所以肥胖啊，再讲一次啊，肥胖跟超重啊，将引发13种的癌症。然而，癌症是整个世界现在一直增加的一个很严重的病患哦。所以，超重和肥胖将会带来很大的不良的后果。所以，只要你是肥胖或者超重，一定要减掉。肥胖是万病之首，看到吗？啊，南洋商报，OK，肥胖是万病之首，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是2012年都在警告世界的人的，都在提醒人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身材是自己吃出来，又要花酒你看到吗？所以肥胖啊，你看这个是，你看正常的人是这样，OK，肥胖的人是这样，看到吗？所以这个是内脏全部被脂肪包围到啊，全部被脂肪包到啊，内脏，你看右手边这边，看到吗？肚子里面其实肚子大概里面都是脂肪来的。你看，这个是小肠被包到完，看到吗？小肠被包到完，身体里面的五脏啊都被油包到完，所以心脏被包掉，心脏就出问题了；肾被包掉，肾出问题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打开这个图片，血管，看到血管被阻塞掉，OK，血管阻塞都是油，这个已经阻塞到油。血都不能够流通了的，所以要去开刀 bypass 了，很严重了。你看这个切出来，你看到吗？都是肥油，看到吗？这一整层的肥油，看到吗？虽然多人以为发胖啊，肚子大是发胖发腹啊，其实是肥油来的，很危险的这些对啊，肥油啊，脂肪是不会忙的，脂肪它只会一直不断的膨胀，一直膨胀，一直膨胀，越来越多它就越膨胀，所以身体越来越肥饱的，它永远不会忙的，一直来的，一直增加，所以脂肪越多，身体就越来越发胖，所以真的是严重这种啊，会带来。所以你看到有人忽然间倒下去死掉，有没有？忽然间停，心脏停下猝死啊，等等啊，血管阻塞啊，很多这种状态都是脂肪太高在身体啊。所以你没看到哪严重啊？你看整个身体里面全部是脂肪来的，全部是脂肪堆。你看这个肝经的是这样，这个是被脂肪堆到完，看到吗？黄色的。所以这边给你看到啊，肝经的五脏这样啊。脂肪充满，你看这个，你看他的心脏啊，肝经的，这个是被油包了的，所以啊，看到这些吗？全部都是被油包了的，哦，看到严重吗？你看这个图片，visceral fat black including the small intestine，小肠被这个内脏脂肪包到满满，所以你想看身体怎么样正常操作严重吗？非常的严重啊！你看这些东西，intestine 啊，fat mass 看到吗？全部 fat mass，全部是脂肪来的，很可怕的，OK。哦，所以你会看到哪？这全部都，你看，这所以会产生心脏病啊，什么啊，这些等等都看到吗？哦，所以会有心脏血管阻塞嘛，所以就心脏病嘛。哦，所以呢，肥胖啊，太多这个内脏脂肪太多啊，肥胖的关系啊，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咯。OK，heart disease 心脏的问题，cancer 看到吗？stroke 啊，就是中风。dementia 跟他头脑迟钝掉，diabetes 糖尿病，depression 一直感觉沮丧，整个人一直好像很消极的。OK，arthritis 关节炎，obesity 肥胖，sexual dysfunction 性无能哦，sleep disorder 不能够正常的睡眠哦，所以肥胖会带来这个问题，这个都是科学医学证明出来的东西，不是嘴巴讲的哦，证明的哦。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只要你是肥胖。或者是你是已经超重的话呢，你一定要把你身上的油把它甩掉不然的后果就像这个，最后是心脏出问题，血管阻塞，然后中风啊等等这些东西，半身不遂啊等等，OK，所以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处理它。